Hello. All right, let me get the Chrome. Hello, we're almost late, but I think we'll be just there in time. Yeah. Oh, just in time, damn. 首先祝各位开用者早上、中午、晚上好，欢迎来到《崩坏星球轨道》2.1版本前瞻特别节目。As our North Your Work has a day. 哎，不，怎么样？找到大伟哥了吗？大伟哥他一直不接电话，那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不能坐这儿，我赶紧想，我就不能坐这儿吗？ Yeah. 啊？要不就用这个代替吧？这不太行吧？Oh, cause he's not here. 地学长，我们准备好了。崩坏星穹铁道2.1版本前瞻特别节目，3、2、1 ，Action！ Oh, you've witnessed it, so there's no need to hide. Simple. Even the shiniest city has its dark side. Surely I don't need to explain too much. Bartender. Here's to as you, well. Sober One, with this glass of a dream within a dream. It's only when the sword is unsheathed. Oh, they're gonna show her right away, huh? The manners start to become clearer. This is where it ends. Man, so cool. Park, most popular entertainment center in Pentacomb. The culture of a city reflects its history in the most authentic way. Aventurian. All this free time, why not make the most of it? I wonder how he plays, because I've seen a leak about Akaron, but I didn't see anything about him. Rewards. All for nothing. Wait. Using Robin's death as a bargaining chip. I thought I didn't want him, but I'll if he's... This. If he's the gambling guy, I might want to. The grandest den. Oh my god.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to unveil your cards? Oh my god. I can't wait.这样怎么能做节目呢？你要干什么？干嘛呢？这当然不行啊，对吧？这么狂，多少得是个投稿员工。Whether or not your world has a day-night cycle,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 欢迎来到《崩坏星穹铁道》2.1前瞻特别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麋鹿。哥，你就这么把大伟哥装下去了，是不是不太好？没关系，我相信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先不管大伟哥了，各位老师先给开拓者们打个招呼吧。各位开拓者，很高兴又和大家又见面了。我是崩坏系列 IP 烧鸡，以及今天还有一位叙事团队的新朋友。大家好，我是崩坏星穹铁道的叙事设计茶杯。好，欢迎两位。烧鸡老师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住在这里就很让人安心，就感觉听到了家族向我们宾客承诺会绝对安全一样，令人安心。你说是吧，烧鸡老师？是，非常感谢组织给的这个机会啊，不胜荣幸。在 2.0 版本，我相信各位开拓者们都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匹诺抗击假期。不如我们先从剧情开始聊聊吧，烧鸡老师。所以我真的很想问你，上次前瞻的时候不是说好了是一个轻松快乐仰望的度假故事吗？怎么连刘英和知更鸟都我就知道你不问这个？放心，这我可以解释。对，来开篇。2.0 前瞻直播时说的，录制节目的时候，匹诺康尼的主线台本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嘛，所以存在一些视角上的小小偏差。毕竟我是完全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但大家目前看到的还只是 2.0 的一个开头，可能产生一些误解也是在所难免的，这的确是我的错了。但没关系，主线马上就要更新了，不妨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来聊聊 2.1 的开拓任务吧。哦，很生硬的把话题给拐走了。那我听说 2.1 这次的开拓任务会以多线叙事的形式展开，其实这次的尝试在仙舟已经做过了，那时有独立的单行线。而匹诺康尼的故事作为一个众多角色齐聚一堂也更有悬疑色彩的故事，会觉得
偏群像的写作手法会更有利于设计一些有趣的剧情展开吧，所以也想尝试一下更复杂的多线叙事。双击老师说的没有错，所以我们在 2.1 版本去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这个功能的名字叫命路群像。在猎食组的故事线以外，玩家能在推进主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系统去看见其他角色经历的一些故事，而在我们命路歧途的页面下也可以去查看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个任务以及完成了的任务分别属于哪一位角色的视角，可以把它去当作一个多线叙事在表现上的小小升级。每个人都有秘密，每个人都有目的，就像黑天鹅说的，在匹诺康尼所有人都有可能说谎，而真相就是在这交汇的故事线中一点一点被揭示的，很有意思。 2.0 有个小彩蛋，在剧情某个节点，如果你拒绝了沙金的邀请，就会进入另一段结局，然后你会看见一张写满了问号的演职人员名单，仿佛在说所有人的身份都是假的。但花火依旧是花火，这就是实名上网的含金量。不愧是皮诺康尼最诚实的人。这个好像是 2.0 上线第一天就被玩家发现了，所以这个会比你们预想的发现要快吗？没有，其实我们挺急的。2.0 真的留了好多好多这样的钩子，比方说刘莹的预算用不用完，有完全不同的两段对话。而在木镜酒店遇见黄泉时，如果你一直选择拒绝的话，会发生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看着他们一个个被发掘出来，彼此分享，感受到大家热情讨论的氛围，真的很开心，项目组洒满了阳光。在这儿阳光了是吧？是的，我们的玩家啊真的很热情，就像刚才烧鸡老师说的，让我们拥有了直视太阳的权利。那我们后面的主线也一定要加大力度啊、不能落下。这个加大力度到底是哪方面的加大力度？我劝你们好好说清楚啊。此次 2.1 版本的开拓任务名为天龙人的恶魔，但其实我更喜欢当时没采用的另一版名字，再见。哦，这个不能讲。没关系，这个讲不了。我记得另一个，它叫所有悲伤的故事。哦，所以加大力度是加在这里了是吧？不是，这单纯很有意境，也比较符合 2.1 主线的部分内容吧。但组里面也有人说，不行，就是这么年轻啊。那我一想，您说的对，也只能作罢了。不过坦率的说，相比 2.0 2.1 的开拓任务可能确实相对的没有那么的轻松愉快。对，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就没那么多。就手机老师您别看我啊，这不是咱们一起传出来的吗？至少我们还是阳光的嘛，对吧手机老师？对，阳光是有的，我记得很清楚，像什么太阳啊，向光而行啊，这些都白纸黑字写在台词里的。I'm scared when they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2.0 匹诺康尼是发生了一些 I can't believe them anymore. 但开拓的无名客绝对不会屈服于未知，而与此同时各怀目的的客人们也都开始了行动，在这张混乱的牌桌上开始争夺筹码。前面的版本 PV 也放出了许多让大家非常在意的画面，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也在接下来的角色介绍环节再详细讲述吧。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在了解了信息量如此之大的 2.1 开拓任务之后，我们不如稍事休息，稍后将为大家带来 2.1 版本的新角色介绍。好嘞，new characters in 第一个对话嘛 predictions, OK. Oh, I'm gonna use that code at the same time. press on the certain numbers.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角色黄泉、沙金、加拉赫的介绍。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欢迎新同学。大家好，我也是新同学啊，战斗设计汉子。欢迎欢迎欢迎。2.0 版本中的三位角色呢，在之前的剧情里面也给人留下了非常令人深刻的印象。我们先从第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黄泉小姐先开始聊聊吧。黄泉在 2.0 总体来说是个很神秘的角色吧。以学生家的身份来到匹诺康尼，在剧情之初就和开拓者相遇了，说的话话里话外也总是令人浮想联翩，也总是会在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恰到好处的出现，但言谈举止又挺正常的。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2.0 最后沙金又会跳出来指控他，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哎，少吉老师 subtitles 真不知道、哦、你真不知道可以不知道、不是我怎么感觉什么都不能讲呢 okay, fixed, 确实对因为黄金身上很明显是有反转的吧那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做一个剧透所以还是围绕现在已有的内容有啥讲啥吧不然感觉说什么都不合适、啊、这种感觉就好像仿佛回到了一年前、啊、当初就 IP 同学给我们看角色卡的时候就我们很高兴、啊、然后觉得这些角色不错啊对吧巡海游侠一看就很帅的那个 The Umbrella is so cool 然后呢脑子已经有很多想法了然后用什么效果都想好了然后我说你再往下看看、啊、对就恶魔的低语你再往下看看然后呢就发现不对、啊、为什么这个人他的命途是虚无、啊、对因为一些不可言说的原因总而言之最后他的战斗命途就变成了虚无、啊 oh. 啊、然后呢就虚无这些概念吧就很虚无虚无它是什么呢对吧就它平时也不干什么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尝试用一种取巧的办法吧比方说想要去打破一些思维里的墙然后去放大无这个概念那牵扯而言就有过许许多多的脑爆和畅想比方说它没有速度的概念它不存在于行动条之上然后或者它没有属性的概念它无论攻击什么属性都能造成弱点击破那无敌了我懂了虚无就是做减法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去解读啊，黄泉这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然后就纠结了大概两个月对两个多月对最后才定下了一个叫褪色这个词对吧觉得这个词特别能体现虚无的一个概念我们选用了黑与白这两个颜色嘛，同时饱和度大幅的降低啊，用这样的一个色彩的观感去呈现它啊，同时呢就在战斗中也有同样的一个色彩表达其实各位应该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在他的这个例会里面有许多像木屋一样的雨滴这个雨滴浸染之处的色彩都会褪去而在黑白世界中却有这样一抹红色它是名为极真式的花朵它们呢会以黄泉为中心去绽放在这样一个黑白的世界里当时设想的画面就是黄泉独自一人站在一片萧瑟的荒原上整个世界只有黑白二色那阴云密布然后大雨从天而降那连绵的细雨其实是黑色的如墨水一般浓稠厚重他们落向大地然后所及之处的色彩都会被这些雨水一一带去最后只留下黑白灰但可是在对这样一个失色的世界当中会有那么一滴红色的甘露从天上坠落然后滴落在黄泉的刀尖然后将他整个人染上红色色彩然后他也变成这黑白天地间唯一的红当时在有这样一个鲜明的氛围之后就觉得说非常适合黄泉这个角色以及他从外到内的全部哦，雨中的一抹红难怪他现在要举一个红色的雨伞哎，不过要我说的话，这其实不是最虚无的设计。你们知道最虚无的设计是什么啊？你说说看。要我说最虚无的设计，那肯定是他一使用终结技， oh, yeah. 整个游戏都给你闪退了。And the whole game crashes 。就我们当时做完黄泉第一版，你知道吗？刚做完，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优化的时候，我们只要一使用黄泉终结技。啊，直接闪，Game Crashing，对，因为他的那个各种做法，然后实在是，Using your ultimate will make the game crash，就你只要一点就直接闪退。但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啊，就非常的，I think it's pretty cool 呀，跳出框架。我记得在 2.0 的剧情结尾，沙金曾经说过，黄泉以一种神乎其技的方式解决掉了迷宫大攻。他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的呢？这么解决呗。哦，这么解决。那导播记得在这里加上一个黑白滤镜啊。啊，然后刚刚大家看到呢，就是黄泉它终结技的一个效果了。终结技里面啊，会有一些场景画面的一个褪色表现，还有一个时间的停滞。啊，黄泉的头发呢会从紫色变成白色，然后雨滴会被黄泉切断。啊，整个攻击中也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变化。那既然这么酷炫，不如让汉子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战斗技能吧。啊，好的，黄泉呢，真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制作难度最高的角色了啊，没有之一。平心而论，没有之一。是的，是的，是的。他的整体的技能呢，是充满了一种荒芜和破碎的感觉啊。然后这也是我们想传达的一种感觉，就是在他强大的一个力量的背后，他是一个空虚和孤独这样一种感觉。然后呢，当他释放战技的时候，就会获得一种名为残梦的一个特殊的超能点。然后在战斗中呢，就是我们需要尽快的去累积这些超能点，来释放他真正的力量。That's so cool。所以
他只能自己通过战绩这样叠层数吗？那这样启动会不会很慢啊？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呢，在任意目标行动时啊，如果为敌人附上了负面效果，就能为皇权累积这个超能点。任意目标这个说法听上去好像有点意思、啊。咋个敌人点的没死？就你想的没错，就不单单是来自我方的负面状态啊，当敌方给敌方上了负面状态的时候啊，皇权也可以累积一定的超能点。Now she has the ultimate。单位的话，那。遮虫爆炸的异伤它算吗？啊，算的。哦，所以也包括怪物被弱点击破时产生的负面效果啊，也算也算。那那个冰胖在吞噬那个衍生物失败的时候给自己上了个降防，这个也算吗？啊，也算也算，都算都算都算。So it's not an energy regeneration at all, right? 我走墙走吐了，这个算吗？茶杯老师，对不起。下不为例，下不为例。She doesn't have that, 反正呢，就只要有敌方给施加了负面状态啊。都算，当这个充能点啊它充满的时候啊，就会激活皇权的终结技了啊。然后呢，皇权终结技它不太一样，它有四段攻击，然后前三段玩家是可以去选择目标的啊，可以去切换目标，最后一段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That's so fucking cool。就可以释放了啊，和能量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终结技不需要能量，你们虚无是把它的能量槽给虚无掉了，是吧 ？That's good. She's nihilated, but she doesn't seem to. 挺好的，可以不用刷出门神了，是吧？就是刷那东西干啥 ？Oh, I thought that we just yeah, that's what I. 然后呢，就I was about to say she's nihilated, but she seems to not be relying on dots. That's weird. Maybe she is, but. 啪一个秘籍，直接就把那目标给斩杀了。直接斩杀的意思是就不用进入战斗了，就直接把怪消灭。那奖励啊，肯定有啊！这么厉害的话，魔力宇宙里，That's cool，可以用的，必须能用，不然我们做它干什么 ？Even in simulated universe，那我岂不是一刀一个铺满？I guess it doesn't work on buses, right? 不能铺满，就算了吧，铺满就算了吧。铺满挺可爱的，所以不行是吧？对对对，感觉这个秘籍还真的挺强力的，有点超过我的预想了。Yeah. 对，然后为了匹配这个角色呢，就能突出他的一个战斗的一个爽快感。当你在地图前面发现有好多小怪的时候啊，你用秘籍，它可以连续点。点完之后呢，他会使出一套丝滑的小连招，啊、对对 对, 对，不一样的攻击。对，我听到这个设计，我就特别想去大世界里面去试验一下这一些连砍的感觉招式，感觉会很爽。但这样的话，我七巧零食感觉就不太够用了。不用担心，我们在皇权的秘籍中做了一点小小的优化啊，就是他的秘籍在不击中敌人的时候是不会消耗秘籍点的。这么强力的秘籍在当初设计的时候、okay. 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或者阻碍，比如说有没有和其他组的同事打打架啥的？肯定会有的，因为他当时就开了很久的会嘛。啊，不过最后你放心，毕竟战斗设计我们打赢了。哦，战斗设计亲自上场战斗是吧？啊，开玩笑，就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啊，就其实还是受到挺多阻力的。由于这个皇权的效果确实太厉害了嘛，它可以直接秒杀一些小怪，对吧？然后尤其是在那个魔女宇宙里面、yeah. 那个打那个蒙群，或者说打那个致谢的时候啊，大家一上来都会觉得那小怪特别强，特别难，是对吧？对，皇权可以直接去给他们消灭掉。有些同学会觉得就这样可能会干扰到玩家的一个正常的体验啊，但是呢，最后就是讨论下来，我们觉得就是说，既然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对吧？那一定是各个地方都能用的，就还是希望能让玩家在游戏中爽到的。哦，该爽的地方还是得爽、啊、那必须得爽。不过关于这位皇权啊，就是这位容貌相似的故人，我是聊了这么久，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就我们都知道皇权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那他真正的本名到底是拗口的名字呢还是不拗口的名字呢？我看你也不用问的这么拗口，也不用这么绕，直接就我觉得可以大大方方正大光明去讲嘛。2.1 版本的版本 PV 当中其实也有许多令玩家非常在意的画面，其中就包括那个对，有一幕长相非常相似皇权在头上生有双脚的这样一位少女的形象，看起来和皇权的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可能对于一些崩坏系列的老玩家而言，这对脚再熟悉不过了，对吧？那要提醒一下大家回去仔细看看，那双脚是不一样的、oh. 对，不一样。嗯，是、I didn't pay attention and I don't train your other Honkai games. 崩坏系列的 I guess、
这个宇宙当中的一部作品，然后它本身所带的这片星空就是无所不包，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各异的世界能见到似曾相识的故人，从中我们能获得一些就是彩蛋也好，感动也好，一些独属于崩坏 IP 自身的浪漫吧。不过在这里也可以告诉大家，请不要有任何负担或者压力，因为无论对于你是否是崩坏系列的老玩家还是一位新玩家，对于黄泉这个角色以及匹诺康尼的故事以及我们在其中埋下的种种彩蛋也好，我们都会通过许多设计让它没有门槛没有负担的可以轻易体会到这个乐趣。而如果你恰好比如说经历过崩坏三，那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更让你感到熟悉或者怀念的这样一些彩蛋内容，会心一笑是吧？对，是的。如果借此你能得到片刻欢愉感动或者是快乐的话，也不妨与他人去分享你的喜悦，我也是我们所乐见的一种结果。就好像是之前我们在 2.0 剧情上线的时候看到大家已经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讨论了。没错，是的。哎，我看到他的待机动作里面还有一个吃桃子的动作。是那个 bitch， 是这个确定问的是想问吃桃子吗？我当然想问的是他会不会做饭。对，其实也就跟之前所说的一样嘛，就我觉得无论是做角色也好还是做剧情 IP 内容也好，我们本上其实在做的就是玩家想看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用一种更优雅得体想明白的方式让它以最好的一种样子去呈现出来。那对于玩家感兴趣 的种种，比方说黄泉本名不详，那他真名究竟为何物，他是否会料理这件事情，他现在如今身处于怎样一个状态，甚至当黄泉出现在当时就是TGA 首播 PB 的这个背影昙花一现的时候，就有人非常期待他和瓦尔特的会面，这些内容都会在 2.1 以及之后的剧情当中逐步向大家展现，敬请期待。哦，会有的是吧？会甚至 2.1 会有黄泉线就是他和瓦尔特同行的一段小小的冒险吧。Team Bucks on a real adventure with Wilds， 无论剧情层面还是战斗层面都是该怎么说，在他身上尝试的种种其实也为星穹铁道探索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应用于我们之后更多内容这个创作，可以说是留下了非常多开创性的这样一点吧。作为匹诺康尼故事的主要角色之一，在 2.1 版本之后，在 2.2 2.3 当中也同样会有大量他的精彩表现，敬请期待。黄泉这个角色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真的是陪伴了我们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对于玩家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崭新的角色，他有许多的故事在未来将会展开，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为各位准备了以黄泉为主角的千星纪游 PV、角色 PV， 还有一段动画短片 as well as an animated short。 神秘嘉宾，对，是字面意义上的神秘嘉宾，共舞一曲，是的。我们接下来请欣赏动画短片的预告。Everyone has a teaser for the animated and the past shapes the present。My gaze has lingered on her for quite a while. Tonight, I initiate our first engagement. Oh my god. Oh my god. Are you asking me? I'm...看完这个预告以后，的确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它的成片啊。那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期待它的正式上线。下一位角色，我们来聊聊沙金吧。在 2.0 的故事中，感觉沙金在多次对开拓者进行一些试探，甚至会觉得他们有在刻意安排一些接触，然后感觉他的目的是为了和我们达成合作，所以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沙金这个角色受到的关注度也是很高的，在 2.0 剧情当中明显感觉到他有点亦正亦邪，站在一个偏反派，但是也并不能完全说就是你们有利益冲突但也有利益合作的一方，然后他想要谋求与你的合作，虽然在 2.0 开拓者暂时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回复，然后根据版本 PV 也肉眼可见，在黄泉之外他也是 2.1 版本主线的一位重要角色。谈言这个角色能讲的东西我感觉还蛮多的嘛，因为我们回到最初设计他的时候也是将近要一年前了。在整个星穹铁道目前，首先在这次登场的一位星际和平公司这个派系的成员，也就是托帕，而沙金也和他
同属于一个组织，就是战略投资部的实行使人。但是相比 Popa 而言，他的行事手段也好，展露出来的气场也好，和 Popa 那样子一种公事公办当中带一点善意的，其实并不相一样。沙金更多透露出来一种其实你捉摸不透，yeah. 你也并不能说他是完全的恶人，但也绝对称不上是什么善类。对，他好像在良知和手段之间四处的做徘徊，但更令人捉摸不透的是他浮夸的外表下面到底心中拥有一个怎样的自我，这件事情是比较耐人寻味的。那此次其实也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沙金是怀着一个比较强烈的目的来到匹诺康尼的，所以 honestly is the one that I'm the most obsessed about in the story， 推理，并且他的人设显然也是 even Sparkle is most trustworthy than him， 甚至将一些对常人来说比较难以想象的事物压到这个牌桌上面，然后只是为了为自己最后赢得所有的筹码，然后所有或者一无所有。是，其实沙金这个角色就是刚才少基老师讲到的，其实是一些相对深层的设定。如果我们只是去看他的一个外表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阔少公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对，没错没错没错。那个其实 2.0 剧情当中对他有个比喻叫小孔雀，对，就是他打扮的就像一只花枝招展的孔雀，他很精致，非常的注重仪表，然后会穿一些比较贵气的行头，还有一些小细节，比方说他非常在意自己的衣服会不会被雨打湿，所以梦里没有雨这件事情他还特地会说让自己感到高兴。是是，哦，那好像前面有一位下雨的呢这其实各位应该也能看出来了，这里是有一些互相会发生什么事呢，好好奇啊。那这个就留待各位玩家在接下来的剧情里面去自行探索、yeah. 然后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总归到一点，就是沙金这个人是非常渴望拥有财富的，他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积累财富，然后包括你去看他去挥霍财富，就完全能够看出来这个人对于财富有一种可以说是近乎病态的执着。在他的那个视角看来，就是有这样一个信条叫风险越高回报越高，所以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铤而走险的方式去积累了这样一个大量财富。然后在这一点上，其实各位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就是他的一个视觉元素里面很明显有筹码有骰子，那非常多的概率对概统学的特别好。是的是的，等到这个新版本上线以后，你可以观察一下他的短信签名啊，我们在那里布置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信息。也许对他而言，人生就是一场漫无止境的这样一种风险游戏，但似乎他是挺乐在其中的，一直会胜利，一直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赢家，这样的就很难想象和这样的人交朋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你也很难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对他而言朋友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也比较难以言明，就更加让人好奇在接下来的故事展开里面究竟列车组开拓者和沙金之间的关系会走向何方了。和他交朋友不知道怎么想象，我可以想象到我和他交朋友，我肯定会让他帮我买大乐透你别说，其实就是无论是在 2.0 还是即将要上线 2.1 里面，沙金的很多选项他都不用帮你买大乐透，他会直接给你、哦、直接给你。对，是的，所以和沙金相关的剧情选项里面，其实各位玩家也一定要尤为注意。OK， 请给我来一打这样的朋友。确实，这里可以剧透的是 2.1 还有类似的桥段。哦，那可要把握好机会了。如果 2.0 错过了， 2.1 可别千万再错过了。一个实打实的风险爱好者， OK， 但是却踏上了存护命途。Path of Preservation， 那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他战斗时候的表现吧。OK。沙金他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释放战技可以给全队套上一种可以叠加的特殊护盾。然而呢，当那个队友带着这种可以叠加的特殊护盾受到攻击的时候啊，或者沙金去累积一种叫盲柱的一个充能点。当盲柱充能点他达到指定点数之后呢，沙金他就会触发追加攻击了啊。同时他的追加攻击可以再次为我方全体上中可以叠加的护盾，带着盾挨打可以就打出追击，对，然后追加攻击又能够叠盾，对。Oh, that's the follower attack. Yes. 没错，这个男人呢，他除了有钱，也让人很有安全感。沙金的终结技呢，他可以使他获得一定随机点数的盲注，并且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伤害。同时，
他的终结技还能使敌方陷入负面状态，然后让我方所有的人攻击此状态的目标时候呢，就可以造成暴击伤害提高。使用秘技之后呢，全队都会有概率获得不同强度的防御力提升。看到这些技能画面以后，我就一个感想，就这些金钱和筹码，别拿它去砸那些怪，来砸我呀！你不要，我要呀！听下来以后，我就感觉沙金的技能里面有一些随机的事情。Yeah, I'm still seeing Adventure now. I can't get one of him. It seems fun to play. 这一个的话，其实沙金这个角色 ，I thought I was about to skip on Adventure, but 是一个狂热的概率。I'm not sure anymore. 概率学的很好。对，所以他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设计。最早我们其实设定里面沙金是不包含轮盘这样一个元素的，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想要把概率游戏这个点做到极致，所以才给他加上了轮盘。这样的一个视觉元素，很早期的时候，就像黄泉一样，其实每个角色在创作之初、启动之初，都会有一些疯狂的想法。对对对，会有很多脑洞。对对对，沙金其实很早的时候有一版方案，我记得其实是想做闪避。它最早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是闪避，为什么？闪避本身就是一个有一定概率的事件嘛，然后它代表了一定风险，它作为一个闪避存库，它能吸引所有敌方怪物的火力，然后倾注在它自己身上，但它能够通过闪避，然后以一个较低的生命值，但是能安然无恙的躲过所有的攻击。对对对，以小博大。然后甚至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就视觉概念，就是它会有一个底池，就每次闪避成功，它头顶上那个数字就会不断的往上飙飙飙，翻倍翻倍翻倍，然后甚至最后达到一个 max 77999。但一旦这个过程当中它又碰了一下，然后那个数字就会直接扣一半，然后钱掉洒一地，是个非常有画面感，感觉做出来其实会很有趣的这样一个方案，赢下所有或者一无所有。对对，是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但最后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方案呢？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做出来了，然后我们去实际的体验了一下这个效果，最终我们发现啊，在经过多场的连续战斗之后，场上最终站着的只有沙金，就是那些 AOE 把他的队友们全部都对对对，因为就是说铁道里面会有许多的怪物，他都有 AOE 攻击或者是扩散攻击或者随机攻击，对，所以作为一个闪避的存户来说，他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但是对其他人就不那么好了。老师其实挺符合他人设，或者是表面人设。那我突然想到啊，如果他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 boss， 他会闪避，那是不是会非常难打？就是你还真说对了。所以同样的，在最开始就当角色没有办法做闪避的时候，我们就转向了 boss， 是吧？对，那 boss 能做闪避吗？那当然也不行了。最后做出来发现，就闪避这个东西放到一个怪物身上，可能就是一个蠢蠢的负面体验吧。你想象一下，对，我一个满拐的苍龙闪避了无敌，然后打出一连串的 miss。 但无论如何，就是你说到了一点，就是在 2.1 版本当中，沙金会和开拓者同样进行一场切磋，所以我们在 2.1 版本会看到这么一名就是 boss 怪物，他的名字叫实心实灵沙金，也可以看到他的形象其实是和我们的角色有较大出入的。为什么沙金会展露出这样的形象，又是以何种理由他和开拓者进行一场友好的这样一种胜负游戏？对，友好的游戏。对，这场游戏的结果又如何？那至于二点，这些都会在2.1的剧情中进行交代，还请大家敬请期待。我怎么感觉我们总是和我们那些好朋友要打一场啊？那你就告诉我，再确认一下，他的确不会闪避，对吧？啊，没有没有没有，这天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啊。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就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在其他的方面实现了这样一个概率有钱的东西。对对对，就你在和沙金战斗的时候呢，他会时不时的倾泻出大量的一个筹码语来攻击玩家，然后就是说同时呢，他会去和玩家进行一个叫比大小比点数的这么一个环节啊，就毕竟他是一个就擅长概率游戏的人嘛。对哦，比大小，那我方获得这个点数是随机的吗？还是我没有办法去进行？Wait, let's go。是这样的，就是沙金他会投掷出两个或者多个骰子在场上。对，当你攻击了骰子之后呢，你就会获得一个随机的点数了。当你的点数比沙金大的时候，你就会赢得这场游戏，并且你可以获得一些对你战斗有利的一些效果。当然如果你的点数比沙金小的话呢，沙金就会用筹码语揍我们一顿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在一次攻击中尽可能的攻击更多的骰子啊，
让我们的点数呢可以有更高的概率去比杀金多。听起来的确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战斗啊。我觉得刚才其实有一点非常的有趣，就我们在聊杀金白河的时候，就最后留下的一个结果就是其他的人都离他而去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命运使然，我不好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可能几天以后大家就能明白这句话当中的一个醍醐味。反正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有些感慨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一个明显抱有着很强的个人目的以及这样的复杂过去来到皮诺康尼的人，杀金一定也有自己非常想要去寻找或者想要去寻得的某种事物。Yeah, it has to be something more. 最终能够得到吧。It has to be a reason why he's doing all that.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毕竟是擅长这种概率游戏的男人。那么了解完杀金，就是我们 2.1 的最后一位新角色品诺康尼的治安官加拉赫。Oh, I forgot about him. 这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有些不修边幅的大叔。Actually, really like his design. 但却是一个丰饶命途的战斗的角色。Oh, he's abundant. 他总不能是揍我一拳给我加血吧？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角色吗？加拉赫。Wait, if he's a healer, I might actually take to build him. 就你在各种狼人杀局势分析的视频里面，你甚至都找不到这个人，因为在我看来，加拉赫就是很普通、很朴素吧。一个作为典型的匹诺康尼当地人，那作为猎犬家系的治安官，兢兢业业的做好自己的职责，身上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就包括你看，就我们前两个角色，那又是全息，又是这地板的，然后把我闪的哦。那到了加拉赫就是很朴实无华，很给人安心。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最能代表匹诺康尼，最能代表家族协约大典氛围的这样一个角色。他也是一位调饮师，他擅长诸如说就是调制汽车，对，每种特调饮品这样子一些也会随身携带一些就是有止痛功能的这样一种液体饮料。他和所有的匹诺康尼当地的人也很熟，比方说我们在街头巷尾都能看见有人在讨论这样一位治安官，他总是在不经意的角落出现，然后但是会出现在每一个地方，然后守护着这座小巷的和平，一种暗夜英雄的感觉。关于他的那个小爱好，其实最初我们想调的是另外一种小麦饮品了。哪种小麦饮品？不会是贝洛伯格那种吧？格瓦斯是吧？格瓦斯。哎呀，其实就是调酒师了，但他的许多概念确实是从调酒这个文化衍生而来的，包括他信奉名字也都是鸡尾酒的名字，但本身因为是匹诺康尼想有一些当地的特色，然后就觉得说这样一个中年很有故事的中年大叔，然后好像饱经过人生的沧桑，但是就你坐在马路牙子边上，然后他蹲在你边上，然后给你掏出一个罐什么东西的时候，不是酒，是苏打汽水，对，然后又会有一种童真，然后又会有一种荒诞，然后而且很匹诺康尼，没错。那加拉赫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他调饮师的一面，但总的来说他表面上就是最明显的一个身份还是猎犬家系的治安官。作为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猎犬，自然也是在故事中担任着保护外宾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猎犬家系保护宾客安全，但这2.0 剧情一看，你这不是什么都没有保护吗？哎，这你就不懂了吧。在接下来2.1剧情当中，加拉赫会作为重要的警探角色，然后和列车组一起同行去揭开这桩匹诺康尼的血案。你怎么知道他之前的种种行为没有他自己的考量和用意在哪？对，就是你看他靠不靠谱需要长期的观察，对吧？你不能一上来就下定论。同时呢，在战斗中啊，就加拉赫他也拥有保护我方的一些特殊的效果啊，他战绩可以指定我方单体恢复生命值，你看他很能打，对吧？所以他终结技呢，哎，我们不是回复了啊，我们会使敌方全体陷入一个特殊的负面状态，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当我方的队友啊也好，自己也好，攻击陷入特殊的负面状态的目标时呢，就能回复一定生命值了。他的那个秘技会立即攻击敌人，然后进入战斗之后会使敌方全体陷入这种特殊负面状态。在角色设计上面，就是我们其实是去尽量贴近这个角色的一个设计人设和背景的。毕竟他是一个叫火系的丰饶，对吧？然后我们当时在想火系丰饶，然后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很能打的人，他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可以治疗的这么一个人，对吧？所以我们就想他怎么来给队友治疗呢？你用什么治疗法术也好，你去那个包扎伤口也好，都不太符合这样的性格。那索性就成年男人嘛，来受到伤害，对吧？喝口苏乐达，
哦，苏瓦拉喝底儿是吧？啊，对。我还看到他释放终结技的时候，感觉那个拳套下面手上面会有一些裂痕和伤口，还会迸发出一些像能量一样的感觉。是的，会有那种小麦饮品燃烧起来的感觉啊。同时呢，他终结技还能使下一次普攻获得强化啊。不仅能对敌人造成更强力的伤害，同时还会使目标攻击降低。不愧是个战官，真的是一位很可靠的猎犬守卫呢。嗯，非常可靠，太可靠。When, 我们刚才这段不会听起来很可疑吗 ？When people hit the enemy that has the debuff, they heal. 太刻意了。不是，加拉赫身上还能有什么故事吗？加拉赫身上有没有故事不知道，但总感觉烧鸡老师你在掩饰其他角色的神秘故事、啊、有没有可能这？我说加拉赫没有什么故事的时候，有人就会觉得他身上有故事，但最后他身上真的没有故事，这就是一种反转。太哦，我遇到我觉得匹诺康尼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很真诚的，其中也包括我，就有秘密和说谎。还好哟，好的，是两回事。那也许在层层表象之下，其实藏着是一颗无比赤诚的心。那这句话也送给我们今天的三位角色。那他们虽然可能有秘密，但是有秘密和真诚并不冲突嘛，对吗？嗯，好，真诚的秘密。那了解完三位角色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看 2.1 的 UP 角色以及光锥的一些信息吧。在上半版本的跃迁活动中，开拓者可以在卡池中获取限定五星角色黄泉与限定光锥行于流逝的案，四星角色加拉赫也会加入本期跃迁。那么在下半版本中则可以获取限定五星角色沙金和限定光锥。Okay, that's great that Galaga is on the Acheron banner. 限定五星角色罗刹与光锥关的回响获取概率加提升。后段跃迁活动中限定五星角色净流和光锥此生为剑的获取率将会提升。Damn, Lucha will be great to have too. Because I don't have Lucha, and he's like one of the best healers. 是小时候的星期日啊。没错，这里确实是小时候的星期日和知更鸟，而这位哥哥正在为妹妹的表演加油。嗯，非常温馨的画面。嗯，是。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还会有非常精彩的 2.1 版本活动。嗯，来，导播放第二个兑换码。啊。算了。I'm gonna be able to get it. I'm quickly gonna pick this one up too.Earlier. Here we go. Ah, and we're in time. Perfect. 好，欢迎回来。在我们了解了 2.1 相关的新剧情以及新角色介绍之后，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关于 New locations 还有一些有趣的活动的介绍。我们也请到了来自项目组的两位新同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游戏设计轮叶。大家好，我是玩法设计乐达。在这个场景下，我就感觉特别想发出一声很酷的哼。不过在正式开始介绍之前啊，导播告诉我匹诺康尼经典动画形象仓鼠球骑士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段介绍，不如我们先一起看看吧。Hey there, folks beyond the screen. Welcome to Clock Studios HQ. It's me, Clocky's trusty sidekick, Hamster Ball Knight.So today, let me, the most commercially valuable spheroid racer in the history of Penacony, racer? Choose a brand spanking new area that's about to open.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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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Located in Penacony's Golden Hour, Clock Studios theme park is centered around the beloved animated icons of Penacony. And theme park. Yes, that means me, the Hamster Ball Knight, as well. What's that? You're saying there are other amusement parks out there with rodent characters?This hamster knows nothing about that. The park is split into three themed zones. Clocky Screening Area, Hamster Ball Park, and the Hanu Gang Base. Hanu Gang At Base. Hamster Ball Park, you'll find all the tools needed to create your own animation. You'll get to play the role of producer, where you'll film a Clocky spin-off animation starring me, titled Fast and Fury Nuts.
Fast and Fury nuts. My good friend Hanu Theria. Hanu Gangbait, where you'll have a chance to produce a spinoff called The Way of Wolf. Also, Clock Studios theme park features an underground prop warehouse, gardens, and various other settings for guests to discover. Aside from that, there's also a new section ready to make its debut. Dewlight Pavili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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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Dewlight Pavilion, located in the moment of morning dew, serves as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Oak family and belongs to Mr. Sunday. What's that? You're asking what good stuff Mr. Sunday has stashed away in the pavilion? This hamster knows nothing about that. Not only are we adding two new areas, there's also a new ascension material for fire-type characters called Raging Heart, along with the Path of Preservation Scattered Stardust trace materials and the Path of Abundance's Alien Tree Seed trace materials. Remember to go butt hunting! And that's all for today, folks. This hamster's off the before Gallagher and Nevin turn, I guess. And don't forget Hipster Bomb Knight's mot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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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I don't forget. 我们在创作这个多彩的梦境世界时，除了苏勒达文化，匹诺康尼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化，因此我们整合了电影、游乐园以及一些百老汇的要素，形成了克劳克影视乐园这张充满乐趣的地图。听起来这么一张地图的话，它玩法应该会挺丰富的。那在这个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玩法体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没问题。克劳克影视乐园因为它本身是个兼具影视乐园和娱乐休闲的一个综合主题乐园，也是许多知名剧目的拍摄场地。借由拍摄场地和拍电影的这个概念呢，其实也就是刚才仓鼠球骑士所说的拍电影，开拓者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拍电影玩法中，通过躲避对手的攻击和路障来完成挑战。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触发极限超车，拾取补给道具都会积累能量，在能量充满时可以进行冲刺并获得无敌的状态。那每次挑战之后呢，累积的观众评分达成目标以后，就能领取相应的奖励了。哦，拍电影感觉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了。另外一个场景朝露公馆，可以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吗？朝露公馆因为是家族项目家系的一个重地，在玩法上我们把它设计成了一个精心包装的谜题盒子，在里面填充了各种不同的玩法内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个场景中心的巨大沙盘，我们把它设计成了一个等比缩小的爱迪恩公园。那我们开拓者进入到这个沙盘里面去探索的时候，也会等比缩小是吗？是的，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得巨大，有点像是格雷夫游记小人国之旅那样的体验。听上去还蛮有视觉冲击力的。我想起来了，该不会不眠之夜的里面那个巨大化三月七就是？这个就等开拓者各位自行去体验探索啦。好的，那么回归正题，在2.1版本中，我们有哪些新活动可以体验呢？我们可以先来介绍杯中轶事。这个活动呢，它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酒吧或者说深夜食堂这样的概念而生，常常会顾客往来于此，在这样的地方诉诸心事。Oh, that sounds cool. That sounds like a cool. 它所接待的顾客并不是常规的匹诺康尼宾客或者是主慕客，而是生活在梦境里的一些怪物们。为怪物服务的酒吧是吗？是的，是这样的。我来解释一下，这些怪物本身他们是被家族所创造出来用来服务的美梦剧团成员，但因为本身梦境正在发生坍塌，怪物们他们自身的情绪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发生了改变。那这个酒吧的主人呢，舒翁，其实他原本是鸢尾花家系的成员，在这个演艺人员辈出的家系当中，他并没有按部就班的成为一个表演者，而是比较离经叛道的经营起了一间怪物酒吧。那么他打算用这个酒吧去试图解开这些怪物们的心结。我懂了，匹诺康尼的西路啊，是吧？舒翁他自己其实是觉得这些怪物们本身是能够存在一些情感链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调饮这个过程就是和客人进行对话的一个过程，可以通过调制饮品来了解这些怪物的故事，体会他们的情绪，
哦，听起来还有点浪漫的意味。那么我们具体要怎么做，比如说怎么玩才能当好一个比较好的调饮师呢？这里的主题是怪物酒吧嘛，那么很自然的玩法概念会选材于现实生活中的饮品调制，并且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去还原这一过程中的感受。开拓者可以制作金梦特调，选择饮品的风味，比如甜度啊、烈度啊等等，挑选合适的原料和装饰物，融合成一杯杯美味的饮品。在这些怪物客人们品尝后，开拓者们可以和他们谈谈心，可能会触发一些意想不到的对话，并且有机会进入怪物的内心，解决他们的心结，帮助书翁打理这间酒吧，获取小费，随着提升营收等级可以获取更多的奖励。那么在接待众多顾客后，还可以有一次获得特定新角色的机会。哦，我听说我们同学里有人之前曾经做过调酒师，是吗？确实，我们有一位同学，他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当过一段时间的调酒师，同时他也为我们这个活动的内容和玩法提供了非常多比较还原现实的一种建议。匹诺康尼本身，因为它是有着非常浓厚的苏洛达文化嘛，跟这一类所谓的小麦饮品的概念设定是比较不谋而合的，那么这个活动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活动它本身的一个氛围更像是一种深夜食堂，虽然怪物们经常被银河球棒下揍，但换一种思路，静下来和怪物们聊聊天，或许也能从另外一种特别的维度去体验这个世界的不同。深夜食堂的氛围我懂，就好像是那些怪物们刚被银河球棒侠胖揍一顿以后，然后又来到这边来解除了大家心中的一些烦闷，结果看哎，怎么又是你，然后或者就像是那种刚下班的社会人，然后来到这种地方来疏解一下，对吧？这不就是我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吗？我突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儿。那大概在一年前，我们为了匹诺康尼收集一些相关的设计灵感，我们组内组织了一次团建，当时拉上了设计和 IP 同学。我们先去看了一场沉浸式戏剧，然后去了一家德国餐厅，点了一种味道像是雪碧加橙汁的德国汽水饮品。这种融合饮品非常上头，越点越多，大家就在那边蹲蹲蹲，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发现点了竟然有40多杯。所以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这个活动的概念雏形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哦，艺术源于生活是可以这么说，因为本身我们铁道作为 RPG 游戏，我们的活动更想做成一种包含世界观的内容呈现，有时候甚至会还原一些现实当中的设定，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世界中更生动更鲜活的沉浸式体验。是的，就好像之前帮助贝勒伯格的博物馆复兴振兴惊人像本地的商业生态，我们希望将这些活动作为游戏世界观的衍生故事，让大家在开拓探索时感受到每个世界的鲜活。所以这些活动在结束以后也是会常驻在游戏里的，其实这也算是这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一种体现，对吧？感谢两位老师关于这个幕后的一些分享。那么我们下一个活动是叫做战役狂潮，对吗？这个的全名其实是叫做战役狂潮童年回忆无污染版赤城燃魂整合版。好长，没关系，我们还有更长的。来，突击检查，神君的全名是什么？神霄雷夫总司驱雷彻电，驱雷彻电追魔扫会天君。还得是乐达老师，真是不关的。虽然名字看起来有些复杂，但是战斗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玩家会在战斗中积累战役值，逐步提升战役阶段之后，可以达到一个最高的战役阶段。我们在那个时候会获得所谓的力量觉醒的爆发时刻，获得强大的关卡增益，就能非常显著的提升战斗效率。啊，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积攒能量然后集中的爆发输出，那么选择合适的增益与队伍搭配呢，都是获得高评分的关键。就像是小时候那种战斗游戏，有种集气然后爆发的感觉。而且这个活动的界面非常的像素风，很复古，特别怀旧啊。没错，这个概念创意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大家童年印象里的那种像素风卡通风。我们整个团队本身也是想尝试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画风，以铁道的方式呈现给所有的玩家们。除了有趣的版本活动外，这个版本的模拟宇宙也将迎来更新，将开启第9世界。
没错， World 开拓者可以前往挑战，并通过沉浸装置兑换获得无主荒星茨冈尼亚出云显示与高天神国两大全新的位面饰品。无主荒星茨冈尼亚是一套适用于长线队群的战斗输出套装，而出云显示高天神国能在队伍内存在同命图角色时给队友额外战力。相信我们的战斗搭配会更加灵活。其实我一直很想了解一下，魔女宙在未来会有一些更新方向，可以向我们分享一下吗？麋鹿老师其实提到了重点啊、哦，魔女宇宙呢，其实在我们游戏里面承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玩法拓展的定位，我们会持续长线的去更迭它。那从这个版本开始，我们就进行了一些优化，比方说魔女宇宙的第九世界，玩家们是可以直接从难度四就开始挑战的，通关后就可以获得前面所有难度的奖励。Oh, that's nice. 未来还会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更新，会在 maximum difficulty and you gain all the things from the previous ones. 除了魔女宇宙以外，在2.1版本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吗？有的，我们把委托的一键领取派遣端上来了，可以在界面中更便捷的收取奖励和再次派遣。此外，在2.1版本中，我们还提升了仪器背包的上限，让大家存储更多的仪器。Oh, nice. 这个优化就非常的及时啊！I'm always fooling there. It's so annoying. 那个我的仪器，因为真的太容易买了。然后还有什么额外的内容更新吗？有的，我们每个版本也在迭代已有的小玩法，例如像梦境迷踪，在新版本中我们添加了新的谜题，梦境护照也迭代了新的页面，开拓者们可以在2.1版本的新区域收集贴纸，继续记录自己的开拓旅程。而变身哈努兄弟玩法比起之前也进行了新的升级，这次哈努兄弟获得了全新的强力道具，威力巨大的火箭筒。之前我们只能躲避石头老板的爪牙，现在可以使用火箭筒进行攻击，如果攻击的时候两个敌人靠得足够近，还会引起连锁反应，掉落更多的子弹。此外，用火箭筒击破场景中散布的烟花筒，还可能会开辟一些意想不到的通路。就是在未来，我们依旧会持续性的提供符合星穹铁道调性的活动内容，并且尝试更多的玩法体验，作为主线历程外表达这个世界丰富性的重要一环。好，感谢两位老师。了解完版本活动后，我们可以稍事休息，请千万不要走开。兑换码之后还有关于周年庆活动的介绍。哼哼。 Oh, another code. Here we go. Nice.欢迎回来，这里是《崩坏：星穹铁道 2.1 前瞻特别节目的现场。那么也再次欢迎汉子和烧鸡老师。Okay, what's up this time? 然后还有一位新同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星穹铁道的世界设计 World Designer。欢迎 TT。TT。从去年的四月份星穹铁道公测至今，还有一个月就马上到我们的一岁生日。Actually, it's only 1 month away from the anniversary. I guess it's gonna be on 2.2 the anniversary.、Yeah?这趟旅程不仅承载着探索和勇气，更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 2.0 版本匹诺康尼的故事也已经度过了一个版本，对于我们的开拓之旅，这段故事是一个新的起点，几位有什么感想吗？嗯，要说感想的话，其实匹诺康尼我如果我没记错，真正开始做应该是启动是2022年10月/11月左右的事情。对，嗯，特别的早。是是是，可能对于大家而言它是一个就是近在眼前的这样一个、嗯、是，对，就是新内容，但对我们而言其实相当于说可能2-3年一整年都是专注于其中、嗯、再回首那个时候最早的比方说一些早期的设定，然后看到一些很久以前没有落地的概念图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比较大的感触吧。你还记得筑梦边境最早叫什么名字？我还记得筑梦边境最早叫南京西路。南京为什么的南京西路？对，就他开发代号叫南西，是一个非常有、哎、那个
就是皮诺康尼沃尔的名字，对吧？啊，是。对对对对，他的全称其实叫南京西路，因为那个时候对，他是第一个用皮诺康尼城镇，然后用那个氛围，然后去搭建的这样一个迷宫场景，然后最初锚定的可能主题是商业街，这个其实就是在几个月的过程当中慢慢不断迭代发生变化，然后又现在又有了如今的筑梦谣言，又有了后面的影业东家族和筑梦师，然后慢慢的把现在筑梦边境变成了一个梦境建设基地脚手架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作为一个体量如此之大的游戏吧，可以说，然后我们在比较相对有限的开发时间内，然后尽可能的也想将剧情、关卡、美术、战斗等多个维度的设计以创新一起放入进来，所以这过程永远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共同创作。那大家从各自起点出发，在某一个点交汇，然后又把彼此的想法添砖加瓦，然后建设到共同的一个内容上面来。然后可能至于我们最早就是提出了一个场景的概念以及一个剧情的发展的大纲，然后看着它被搭建成一个骨架，然后又慢慢的变得相对的丰满充实，变得富丽堂皇，变成了现在的皮诺康尼。这就是一件充满回忆又令人倍感欣慰并感到愉快的事情吧，这就是这个游戏的魅力。 The question was, what do you plan to do for the anniversary, right? 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 Wasn't that the question? You didn't answer at all. 所有旅途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起来的，因为也是一块块整木堆叠起来的，就像开拓者们的旅途一样，我们这个开发其实也是一个慢慢往前的旅途。那么在这个一年的开发过程中，项目组内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趣事这样的可以分享分享吗？在我们这边的话，每个版本啊，都会有一个所有人的一个练度的一张总表啊，然后里面会包含你的一些等级信息啊，然后你这个版本每天消耗了多少体力啊，然后你的那个忘却之庭和你的虚构叙事的一些数据啊，这些都能在那个表上看得特别的清楚。哦，这个表会发在哪里、啊、这东西每个版本都会更新一次，然后更新时还会附带一句话叫腰诸位共赏。腰诸位共赏。哇，所以是练度共赏是吧？对，练度共赏。哎，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什么比较奇怪的数字上在上面？哦，是这样的。我记得在某一个版本里面，我看到有一位同学，他的日均体力消耗好像是700多。Daily? 看到的时候直接整个人震惊了。Holy shit. 700多，他是怎么办到的？有点怀疑他上班在干嘛。That's been quite some money. 回去以后狠狠的加需求。那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那其实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在制作大家应该也都玩到了，就是 2.0 版本的这个钟表把戏。那其实我们做这个玩法的初衷就是我们来到匹诺康尼，那我们有了黄金的时刻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和舞台，那我们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激励玩家们，激励大家在这个城市中进行更多的探索。我们就想该如何去让大家都能够融入到这个城市的生态里面来。那最后我们经过了多次的迭代之后，我们最后得到的方案就是苦一苦我们的任务和文案同学，我们最后给我们的城市里面的不止城市里面啊，整个梦境所有的迷宫里面的常驻的 NPC 全部都给配套了4种情绪，并且每个人都有4套情绪配合4套完全不同的表演和台词，当然还有一些任务和事件在他们身上，逼迫我们的配音老师为这些 NPC 全都配了4种情绪的打招呼语音。哦，那这个还有一个是4种情绪的苏乐达广告歌是吧？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个是开心看到大家对他的反馈是。I remember that I did that quest with the Soul Glad song. I think. 下个事情别做了。But I didn't. I didn't tell to me that there was 4 different emotions. 大部分的NPC 他在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是悲伤的情绪，那其实很可能他也反映了我们一些工作人员真情实感，真情实感。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整个综上所述，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可能是超出了一些我们的想象的。但是看到了版本上线之后，大家确确实实在这个主城中和 NPC 交互的时候，去调整他们心情的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一些正面的反馈，取得了一些快乐。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参与到内容制作中的工作人员来说，还是非常开心，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嗯。玩笑归玩笑，就觉得当时做出这样一个创新的决定也是正确的，那下一个世界也会
虽然未必再是钟表把戏了，但可能也一定会去寻找独属于他的那样一个新鲜的事物吧。是的，下一个世界我们就该去迫害一下其他的部门。哦，还有个新花样是吧？那么了解了很多的幕后故事以后呢，其实在开拓之旅的快满一周年之际，我们也一直关注着开拓者们提出一些问题，正好也借今天这个机会来问问几位，考察考察几位。不过呢，为了保证这些问题的答案的真实性，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道具。什么小道具？这个环节呢，我们其实之前在对我们其实在之前是偷偷向你们瞒住了这个事的。其实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心跳测仪 monitors for everyone， 请夹在自己的手指头上。哦、oh. 是，对，我手指会被夹断吗？不会。也许你说谎以后就会哦。我感觉我的心跳已经超过120。这不是那谁吗？那个前两天刚发的角色卡的那个人。那我应该这样带。那既然各位老师都已经带好了以后，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各位老师的心跳了。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个问题，魔女宇宙刷位面视频太痛苦了，会优化吗？那要么这个问题汉子老师回答一下。刚刚其实那个轮眼老师也已经做了一些小介绍了嘛，然后既然问到的话，那我这边就稍微透露一下。你不要一直看心跳、哦。我们确实啊，也觉得目前的那个魔女宙刷起来是有点困难，然后特别的繁琐、啊。Yeah, it is. 在 2.3 版本啊，我们会优化一些快速刷取外面视频的功能。哦、That's cool. 已经有计划了是吧？啊，对对对，有计划。那我这个问题挑的就有点不痛不痒。好，那么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啊，其实好多人。我们的小三月什么时候能够变个身给大家看看，小九老师。哦，我吗？啊 ，OK， 行啊，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有什么不能回答的？对，那三月七作为列车组的一员，同时也是这个游戏的看板娘，当然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而她的身世似乎也预示着三月七身上会有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故事。那本身的话，我们会认为不介意把这个过程拉得更漫长一些，但对于喜爱三月七的各位玩家而言呢，可能当下会有一个很不错的好消息。是否还记得我们有游戏内有这么一个系统是独属于开拓者的，就是踏上命途。然后因为星穹铁道一直以来也在做类似的更多关于 RPG 这方面的新的尝试和探索，我们也认为列车组成员对于这个游戏而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所以我们在24年也打算去做尝试做这么一个新的东西，就是Wait, we're gonna be able to change Mount 7. 踏上命途的这样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系统，但他的概念可能就并非是踏上新的命途，而是留下回忆。对，对于这位并不知晓自己从何而来的少女，如今开拓旅途当中，随着一站又一站开过，她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回忆。Yo, that's so cool. 汲取力量，那期待着她在未来某一天，她与过去创造这种回忆，能够将她推向崭新的未来吧。That's so cool. 心跳太平稳了，就。哎，怎么就问不出点？这怎么就问不出点？我觉得这些问题本质上还是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关注。不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还行。请问，仙舟的故事什么时候继续呢？我们还会再见到停云吗，烧鸡老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能换个吗 ？I hope it doesn't continue. I don't want to go to the 仙舟 again. 他们都想知道，对吧？要不你来回答，停云不是你设计的吗？能讲吗？能讲吗？如果那个，我觉得，如果其实因为，要不还是能讲的，还是能讲的。那就大家，那我觉得还是给个正面的回应吧，就也不用很遮遮掩掩的。我想想该怎么说啊？众所周知，其实星穹铁道本身它的主线故事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色彩，就是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故事嘛。我们开拓之旅行过一站又一站，去往一个又一个世界，在解决完一个世界的危机以后，又会前往新的一个星球。但对于开拓旅途而言，无论是我们去过的空间站也好，贝洛伯格还有仙舟，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在这段旅途的结束，然后它就陷入一个停滞的状态。在我们抵达匹诺康尼之后，这些世界的人们，他们所拥有的生活命运也在悄无声息地继续向前，所以仙舟的故事是否会有新的推进，这个问题是一定的。基本上今年也就是24年内，大家就会看到一个结果。Oh, no. 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就是这个问题的第二小问，也就是
婷婷的下落。那确实诚如大家所见，在 1.2 版本婷婷身上发生了一些事，这一情节也成为了仙舟众多角色命运的转折点。那在幻龙之灾之后，仙舟联盟内部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罗浮又会迈向怎样的未来，而巡猎和丰饶之间的抗争又会怎样掀开新的篇章，这些故事我觉得也是时候在今年走向属于他们的下一个节点了。可以可以，感觉虽然没有特别具体的消息，但算正面回应吗？你觉得？我觉得够诚意的，现在真的是已有的确定能讲的我全部都讲了。我觉得少将老师能说这么多，那弹幕应该都已经懂了。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在之前的活动里，我们体验了铺满宠物和猫猫糕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未来还会有类似的吗？要么TT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们也看到大家对于之前的这些小生物，不管是乌博也好，铺满也好，或者其他的猫猫糕啊这些生物的喜爱，其实这些反馈我们都已经完全接收到了。所以在世界设计上面，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期待，就是我们在不只是 2.1， 可能是以后更多的版本，我们也会试出更多的就是类似的更加可爱的这些小的 Q 版的萌萌的这些形象。Yeah, I mean, we could expect that. 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稍微有点，怎么我们总是能在网上看到一些官方还未公布的后续内容。 Oh, I'm actually interested in this, ladies. 泄露是吧？这个我来回答吧。Oh. 我觉得还是首先必须得承认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越有吸引力的内容，它自然受到关注也就越多，那它泄露的概率也就越大。Yeah, 而泄露之后它的传播也更加的不可控，那这样无论对于想要看到和不想看到它的玩家而言，它的影响都是越大的。当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除了故事的内容本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讲述的方式。我们都是热爱游戏的人，然后我们从游戏当中获得了一些很酷的，我们觉得很帅的情感体验，我们想把它带给另一个人。这个事情它需要一个过程，它需要循序渐进，甚至我必须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根据你的反应，根据我们的认知，我们所彼此能理解多少，然后不断地去调整我的讲述方式，只是为了达成最后那样一个我们双方都能取得快乐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才是沟通，这才是交流。我觉得很遗憾的是，爆料这件事情能带来什么影响，或者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一个本应非常美好的过程被粗暴地打断了，甚至于说我们会看到一些泄露源有意或无意的他的一些并不是那么恰当的讲述方式，引起了分歧，引起了非议误解，他让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在内，包括无辜的玩家在内产生了困扰，甚至彼此之间争执不断。我觉得这就是对于创作者而言最大的遗憾。 2.0 版本已经上线了，那大家都现在都肯定已经知道，无论是角色剧情关卡还有玩法，我们准备了大大小小非常多的惊喜，这些惊喜当中也有叙事轨迹，也有反转，但我们曾想象过它以一种最完美的最好的形式被呈现到玩家面前，然后想象着那一天发生时会是怎样的一个景象，我们能收获怎样的和玩家一起快乐的情感。但它其实2023年9月份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理想，它以一种非常糟糕的形式非常简单粗暴的就泄露出去了。Okay, I actually don't know about the, that thing in September. 其实都很难去和团队那些相信这件事情，期待。I only know about the recent leaks.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事情面前什么都做不了？是，对，对，我还记得你当时说两句话。我当时说的这么两句话，叫做反转本身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去想一想，星穹铁道作为一个长线运营项目，所有后来的新玩家都是在被剧透的前提下面去欣赏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那么他们会对这样一个故事感到认可吗？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在做的是一个以年数十年为单位的内容故事，那它自然也要经受得起以年数十年为单位的考验。抱着这样对于完美的幻想，然后且行且看，尽力而为，去做一些我们相信的事情，
我觉得也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让更多的人去相信这样的事情。当然就 2.1,2.2 现在还有很蛮多东西我还没有，对吧，遭受一些。哎，你这话可别说啊，你这个话说了假如真的就哎，我觉得就是要说我觉得不能怕这个东西，对吧，我也相信他能以我们希望的样子呈现出来。哎，这问题选的老婆，这个问题选的有点把现场搞得有点什么问题啊。哎，那算了，大家把这些都摘下来吧，摘下来吧，摘下来吧，这个环节也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真诚的回答，我刚才其实也看到了各位的心跳有的时候就突然就上去了。你这测的是心跳还是血压？怎么可能是血压。我们其实后续呢也会一直关注和整理开拓者们的反馈，并一直去讨论一些改进和优化的方案。正因为有开拓者们持续不断的一些鼓励还有反馈以及鞭策，让我们找到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将更好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非常感谢各位开拓者。从今年的4月26日起，就是星穹铁道开拓一周年的纪念日期。在开拓者收到的生日邮件中，小蛋糕的砍式也即将迎来更新，和我们一同走向新的一年。是的，在马上到来的2.1版本中，崩坏星穹铁道也即将在游戏内开启一系列的周年活动，和开拓者们共同庆祝这一周年的开拓之旅。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好嘞。首先，我们为开拓者介绍一周年的活动——新鲜旅行。这是一个全副玩家一起参与的活动。那具体是这样的，开拓者收到了一份拥有神奇力量棋盘，我们将过往开拓之旅中许多经历故事都浓缩在了这个小小的棋盘之中。开拓者会从空间站出发，通过投掷骰子的方式在棋盘地图中前进，每天都会刷新骰子的机会，在不同的格子前进的时候也会触发各种不同的效果，并能从中多种玩法当中取得开拓券。哦，开拓券可以用来做什么呢？我们的列车长帕姆是这次活动的鼓励师，那他希望全副玩家都能将每日获取的开拓券捐赠给帕姆，他就会为我们带来奖励啊！当然开拓者个人奖励也绝对是不会少的，因为有付出就有回报嘛。听起来帕姆就像有魔法口袋一样神奇。此外呢，在这个活动的界面也能看到你的好友贡献了多少奖励，甚至还有点赞的小功能。哦，看看大家在棋盘里面刷了多少健康步数是吧，又有线下 PVP 的环节。我发现在这个棋盘的格子里面有一些小房子，这是土地格子吗？难道我还可以买什么神策府啊这些地方吗？只要有了开拓券，你想买什么都可以，当然是仅限在这个游戏之内啊。那你购买了以后呢，之后你每投掷一次骰子，你就可以马上获取这个对应的土地收益，那你前进的次数越多，它给你的收益也就越大。哦，我懂了，重生是我在新铁当收租房东。嗯，还不如此了。除了能当房东以外，还有一些你平时体验不到的奇妙的一些组队派遣任务，比如说你可以让警员、御空、浮玄这些仙州的伙伴们为你打工，然后他们也可能会去触发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可能会给你一些神奇的反馈啊。当然了，除此之外，你在游玩的过程中还有可能遇到一些有趣的奇遇事件啊。那在这些奇遇事件中，开拓者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帮助伙伴们做些决定，或者做出一些大胆的尝试啊。这些选择就会触发一些你想要的菜单。 It's been one hour something. 当你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It's been like 1 hour 15 minutes. 不要后悔。Which usually they are like 40-50 minutes long. 是由开拓者掷出了骰子来决定的。那如果你掷出了不喜欢的选项，我们也给了你反悔重投的机会。哦，明白了，当你有机会进行选择的时候，你可以重投一下。对的，和我们的人生不太一样。哦，哎，我在这个地图里面还看到了吉米，俩版本不见，他不会被星际和平公司优化了吧？那我们觉得就是啊，吉米已经为我们忙碌了一年多了，他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版本的内容的前瞻主持。那在这两个版本的话，我们就给他放个假，毕竟他作为有编制的公司员工，除了主持节目之外，也应该去享受一下他的一个年假。我觉得确实不用着急，因为吉米下个版本就会回来节目的，因为下个版本名有点劲爆，我觉得除了吉米别的人都不太适合来讲。哦、这个让你有点期待了啊。但我们这次是 2.1 版本直播，还是聊 2.1 的事情。那在新鲜旅行活动中，我们还准备了许多小玩法，比如好运滚滚自助机，可以单抽或三连抽来试试手气，获得不同数量的开拓券。在星际和平购物公司也能获取一些增益，或者游玩饼干烘翻翻烘焙台等小游戏。刚刚说的那个单抽或者三连，我可以加注吗？当然可以，是有这个功能的。只要开拓者对自己的运气足够信心啊，就像我们刚才介绍过的某位角色一样，对吧？善于概率游戏的角色，对，就可以成为开拓券大亨。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呢，然后这个活动我最喜欢的还有一个有趣的设计，就是它有一个有趣的测试。当我们每盘棋局到达终点的时候，会有一份测试问卷。当然很简单，其实没有那么长，就是一个测试题。通过这个小测试，根据你的直觉回答，还记得黄军说过什么吗？就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感受和当下的选择。然后通过这些选择，最后你就可以知道你更像历史上的哪位无名客。哦，所以像是一种性格或者命途，或者说是象性的测试，是吗？对，命途的话，因为无名客都行于开拓命途，但即便如此，大家的象性性格也有各自的区分。然后他会根据你的开拓经历和做出的选择，测出你更像哪一位星穹列车的历代领航员。比方说姬子作为群星的探险家，他是一位充满着无限希望、真诚、热烈，如今最年轻的领航员。那大家经过了 2.0 的剧情之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们匹诺康尼的剧情本身就和开拓的这个命题以及过往行于开拓命途的这些开拓者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那说到这里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那匹诺康尼作为梦想之地，那当我们在这个活动中来到匹诺康尼的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惊喜会发生。所以一定要玩哦。这次的周年活动星间旅行，在我看来其实更像是和，因为我们是全服玩家一起嘛，就像是真正的行于开拓的行者，然后他和宇宙当中无数的无名客开拓者一起重新重铸银轨的这样一个事业，然后他走过阿基维利设下的开拓之旅，然后去走向属于他们的下一站。有这个感觉了，就是大家一起开拓是吧？对。那我们一起为行于开拓命途的无名客们献上最真诚的祝福吧，期待这个星间旅行活动能给大家开心的体验。周年庆啊，总觉得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应该还有一位很重要的嘉宾在场才对吧？但是完全猜不到是谁。被你搬下去的大伟哥。那个我再重申一下，那个东西不叫搬，我只是担心那个立牌会累，所以我把他请下去休息。请下去休息。头号人，给你个大拇哥。是是是，不错吧。哎，停电了。好。导播是不是停电了？ What the hell？大卫 ，He's actually coming. Oh, he's actually here. 啊，大伟哥坐。就你小子把我立牌拿走了是吧？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活动之外呢，我们还为开拓者们准备了一些内容，就由大伟哥跟我们一起宣布吧。好的，首先是意气迎接与位面分裂两个活动啊，也将迎来周年特别版本。没错，意气迎接与位面分裂300%，挑战成功即可获得3倍的奖励哦。三倍。300%。接下来我想就是紧张刺激的签到环节了吧。It's gonna be the time to farm。开拓者可以通过周年庆专属的亲子助理活动啊，以签到的方式获取。哦，是20，并且啊，在4月26日当天啊，我们还会通过邮件为开拓者寄出1600星穹。共同庆祝星穹列车是航一周年，希望这份欢乐能与每一位开拓者共享。一周年快乐啊！没错啊。除此之外呢，在 2.1 版本更新之后啊，捕获梦华的界面呢也进行了首充双倍重置。我们为开拓者们整理了可以参与的周年庆活动，请开拓者们查收。最后还有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消息，让我们有请列车长上台和我们一起宣布吧。欢迎列车长。列车长欢迎朋友。30 我们的列车长在过去的一年里来到了全球各地，与许许多多的开拓者有过线下相见的机会。今年列车长又将前往哪些地方呢？就有请帕姆来为我们。有个帮帮。帕姆，你这个背后怎么还有个东西？这是什么？这好像是列车长的行程单。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来宣布一下今年的列车时刻表吧。首先，崩坏星穹铁道周年盛典沉浸互动展现已开放，我们准备了空间站、贝洛波格、仙州、匹诺康尼四个展区，开拓者足不出户就能到场打卡，快来线上体验夹娃娃机、幸运转盘、互动拿大奖吧。欢迎各位开拓者前来体验。而趁着周年的契机，我们也会在全球各地举办线下庆典和联动活动。一些目前可公开的信息包括，洛杉矶欢庆 party、台北嘉年华、香港海洋乐园嘉年华、柏林星间旅行社、巴黎主题展览，以及日本地区的嘉年华和铁道特别企划等线下周年活动，还有巴西的 微 coffee、 韩国的博尔炸鸡、首尔的三星旗舰店联动活动，以及日本的罗森便利店、 Zoff 眼镜、 Giggle 游戏中心等周年联动活动。更多详细信息也请期待后续的官方情报。
此外，崩坏星穹铁道，Generalize I was angry. Sorry. 今年星穹列车也将遭访世界各地的展会，欢迎各位开拓者们加入我们的全新旅程。在周年之际，崩坏星穹铁道2024年度创作者大赛多元宇宙掠影也即将开启。作为全年规模最大的创作赛事，本届大赛设置了四大投稿类型，下分八个子赛区。全球各大制领域知名创作者如菅野洋子、Trash Taste 等担任赛事评委，共览开拓者们的奇思妙想。与此同时，我们将与全球最大的 3D 社群挑战发起者 Painter 共同发起崩坏星穹铁道 Diving into Dreams 3D 渲染活动，邀请你接受一封深浅梦境的挑战书，期待各位开拓者的精彩创作。另外，由 Hellfire 举办的 Sparkle 爵士音乐之夜也即将登场，在匹诺康尼的某处，一场梦境绑架案正在发生。最后，崩坏星穹铁道演唱会正式定档2024年5月1日在上海进行演出，并在现场同步进行全球直播。我们也期待与开拓者一起聆听，重温那些来自开拓之旅。That's gonna be cool. 期待。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有请所有的项目组老师们，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在开拓的道路上，我们不断前进，不断做出选择。我们衷心希望能与各位开拓者一路相伴，将开拓之旅一直延续下去。为开拓者留下美好的回忆是我们的初衷，也是未来一直努力下去的目标。祝愿开拓者们一周年快乐！周年快乐！Happy anniversary. I mean, a little bit early, but happy early anniversary. 星穹铁道2.1前瞻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观看，祝大家做个好梦。Let us meet in every universe. Bye bye. Let us meet in every universe. That's cool. 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对参与节目的一些嘉宾进行了一些采访。不如我们先听听茶杯老师想说什么吧。好像茶杯老师没有什么想说的，那我们不如再问问大伟哥。怎么大伟哥也无话可说？算了，我们来问问烧鸡。看来已经凉了，那算了。Bruh. 哎。That's the end, right? I can pick up these, I guess. Nice. I'm probably gonna be at like 50-ish, maybe a little bit more when Akiran's gonna get released, so I hope I'm gonna get lucky and get her. I think I'm gonna end stream cause I'm not gonna be home tonight, and I wanna rest before going because I'm gonna be dead otherwise. I think I'm gonna come back home later in the night, and I might do a little watch party of the Smash Bros. Tournament. Collision. Because I saw that they allowed the restreams on the. Like. For the two first days, but not for the top 8, basically. But top 8 is tomorrow, so that means today I can stream, you know. Yeah. Alright. That's gonna be it for now, at least. Yeah.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I'll see you... maybe later today, or if not, it's gonna be tomorrow, right? And tomorrow I'm gonna play FF7 Rebirth because it's been a while. Didn't play. Alright,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